看一下 Edu， 看一下 Edu， 这是 Enderman 的家乡。Edu， 这边几点四？我们已经踏过四个地方了。四个，我们缺一个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好，那这个区域有什么好玩的？有很多那种蘑菇，我们要多采一点回去啊。好，那我们从那里下去？这里吧。好。Go。我们会回不去。对啊。我的食物快没了，我还有一点点肉。我把他杀了，我好强。没有，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烂命一条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音效，好酷哦。音效。飞红蘑菇跟扭曲蘑菇。扭曲蘑菇，你知道我们知道扭曲蘑菇哦。扭曲菌菇，应该是两种都可以，还是我不知道呢？完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我们东西都有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们已经采集到我们要的东西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真的吗？这么快？这个声音就只有这样而已啊？还有很多 Enderman， 这边会生一大堆 Enderman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不可以再可以让我惊艳一点的东西？这个树很扭曲，这颜色看得很舒服。OK，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要打吗 ？Enderman 要打吗 ？Enderman。好像可以打一下哦。哦，一刀劈到他妈都不认识他，我好强哦。他还有一只哦，来，上来。有人便秘了，你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我可以，我怎么可能不行？好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家里的路在哪？你问的真好哎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应该是要往堡垒走啊，不往堡垒那。堡垒在这，堡垒在这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Okay. 我连堡垒在哪都不知道了。这里吧，应该是这里吧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应该吧。啊、那边要再打一只，不打了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堡垒。你打了。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掉了。我上来了。好，那我要怎么上去？就这里。Here。一路探险回去，一路探险回去。好，我来了，我超强，我根本跟鬼一样，好不好？又强，又强了，回家喽。没有意外哇，是这里吗？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比你还帅。是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很认真在想这件问题。这里没错啊，左边是那个啊，神怪砖啊。对，但是这个方向吗？对啊，这边下来啊。那往跟我走，跟我走吧。我说你走，你在哪？你在上面。这里啊，刚刚很帅的地方。哪里很帅的地方？那边不对啦，不是那个方向啦。后面那边不是吗？不是这里啦。不是这里吗？左要靠左吧，这边吧，跟我来吧。这里啊。对啊对啊。这里才对。下来这里啊。然后这里直走吧。Are you sure？ 喂。哎呦。Are you sure？ 不是这里。I'm not sure. I'm sure. I'm not sure. Thank you very much. 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我爱你有的深。啊，后面那条了，右转。这里。这里吗？对。你看有个菌石在这里。OK。然后应该是，哎，我要往上嘛，对不对？刚刚那边要往上。啊、对，这里。这里吧，这里啊，我这里。右边那，好，不要理他了。然后嘞，然后你往前，不是那里，不是那里。你确定那边好恐怖哎、欸？不是这里，不是啦，走错了。我跟你讲，跟我来。又走错。哎呦，他们两个在互打。哎呦。这里啦，这里啦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里啊，怎么了？你人呢？你回，往回，你看到我吗？啊！来，这边。你确定？对啦，确定啦，这里啦，没错啦。我们刚刚好像从上，我们从哪里跳下来？这里吧？哎，不是，我们是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，上面啊，我看到，真的，没错，真的，再往上。然后嘞？从这里啊，我们刚刚不是就是从这个咕跳过来的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有啦，
这里啦，跟我来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往回走。等一下，然后怎么了？我想一下啊，过去的时候，刚刚我印象中我有说，确定？应该吧？你确定？应该吧？我们稍微往回走一点啊，总有一天会到家的啦。不是你往反方向走就不会到家了哦。会啦，不就在我们屁股吗？我们来的方向，你看我看到悠悠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有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这条没错了啦。百分之百确定了吧？哦、对啊，你不是要解成就？我要啊，但他不理我啊。好，我好，我们先到空旷一点的地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了对了，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你了没有啊？他没看到我。哦，好恐怖。对了对了对了，这里啊，对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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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真的好聪明哦，我真的好厉害哦。哇，好像有点可以哎，有没有？他不是幸好，幸好什么？幸好我有带着你回家，有我在啊，幸好有我在。啊、蘑菇又可以打一点，我耳朵好痒哦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耳屎还是有挖了，好希望可以有人吸枕帮我挖耳屎哦。哇，好恶心哦！哈哈，这样就恶心。你以前小时候的时候，你妈妈没有这样子帮你挖过耳朵吗？你老是这样。自己用啊，几岁啊？小时候，自己用啊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我在你后面采蘑菇，你叫我把蘑菇采一采，我说好，然后你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冲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过来的？不会是这么酷的过来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是啊，我都看到家了。好、啊，那我要把它盖起来。哎、欸，几岁了还不敢过来啊？好恐怖哦，吓死我了。哎，赶快做那个吊杆，我要试试看到底是不是那个吊杆。我在试了，我在试了。一二三四，我在四，那我在三。哎哎哎，比二十四更好笑的笑话是多少？二十五。哈哈哈！啊，你这个到底哪里好笑啊？你不懂吗？你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我跟你讲这个梗，这个梗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就是在玩 FGO 的一个实况组，就是懒猫吗？他为了抽一只角色、oh. ，FGO 的角色叫做岩窟王，他抽了24单， oh. 一单大概3000块，他抽了24单、oh. 都没抽到。他是笑话，对，然后他有一次开台，他就说我要再抽最后一单， oh. 如果这一单再没抽到岩窟王，我以后都不会再为了这只角色丢钱这样子。然后他就实况的时候抽了第25单，还是没中，所以这个笑话叫做25笑啊啊！干、啊、你老子！保护我们家，保护我们家！走开走开走开！保护我们家！走开！我来。你没有就爆了，我可以我可以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家着火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稻草，快点啦，少一个稻草了。中，稻草着火了啊！干，你东西全喷了啦！啊啊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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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啊啊啊啊！妈、啊、的、啊，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哼！你刚才不要堵上我们家啦！来了！哎呦！好玩，好玩，真好玩！啊，我好多东西烧掉了！哎、欸，你不可以对我这么凶哦！你不可以对我这么凶，我会生气哦！啊，我的玉髓剑呢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！一块肉。你想认真还是想假的、啊？真的啊，我玉髓剑不见了，在那里，水里面，岩浆里。哦，我看看，那怎么办？知道怎么捡？啊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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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扑过去就好了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的玉髓剑，然后幸好玉髓剑会那个、欸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借我一点位。我来弄家里啊！天哪，有血，痛痛。好好玩了、哦，吸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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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它弄干净了。啊？什么东西弄干净？把它弄干净。我不要。哎、欸，我不要。怎么会不要？哇，像那个小朋友，小屁孩。是小屁孩没错。哎、欸，我捡到成就了，牺牲一点东西还好吧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人猪大战。帮帮他们啊！你说帮人吗？好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救！
盾牌没了，到底了啊？解决，解决。好，威哥，那个，你可以那个了，做了。我又可以那个了，好，我来做了。我做个铁衣，我的衣裳蘑菇，你要不要自己做啊？没有，你做啊，我们去试试看就好了。我先做衣服，我刚东西喷掉了。我比较想试的是另外一种蘑菇，可不可以？红色的那个。你确定吗？还是要我查一下啦？红色的不行。好，那就是只有那个了。你做出来了，在这里。真的假的？赤足兽、欸。不要再查赤足兽了，我来了。赤足兽。那你知道我打赤足兽出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出现什么？我要贴给你看。赤足兽。什么？我打赤足兽出现赤，你看聊天室。我看聊天室，没看到聊天室啊。啊，我打字你没看到吗？哦，我以为是 DC 啊，看到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要去那只了吗？哎，好，你可以吗？你确定你可以？你有实验精神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啦。好好好，大不了我再喷一次妆，再过回一次、啊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可是我们只有一，我身上没有肉，好饿哦。你、怎么了？哎呦！你还会来帮我？哎呦！我帮你了。你怎么可以说我没帮你呢？我在旁边帮忙叫啊！哎呦，好了，来了来来来吧来吧来吧！哦，他会，你看，好冷。哦，对了，他喜欢这个啦，你快点救他！我在发抖。哎呦，哦，所以他喜欢这个啦。对啊，急急看，急急看，急急看！你不要一直靠近我，你靠近我他就不咬我了。哦，好，我不要一直靠近你，啊，我有点理你。靠近我他就不会咬我了。先在我们家造一个区域，把他们圈养起来。好好好，我去，你有办法带回家吗？我努力啊！你小心一点。是你？不是，你可以解决他吗？我可以解决他吗？给我一点努力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怎么打不到他啊？啊！我去，干他！我真的要死，我要死！你这样会喷妆哦。我在啊！哇，阿谦，你的装备在海里，他又在炸我们家了，可恶！啊 no！ 啊！我要疯，我真的要疯了。阿谦不是，你们要帮忙，那个赤足等等再说。我在养，我在拉赤足兽，你要救。好，我死了，我又复活了。已经快要不能复活了，已经快要不能复活了。那个荧光石没有补充的话，我去。我就问你行不行？我没办法。哦呦，我好烂。不是，哎，我怎么打不到？哎呦，蜘蛛兽不要这样。不是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你，我先充个能。好，我现在正在拉他回家。你的御水剑掉在岩浆里，自己捡啊。我没办法啦。你来捡啊？为什么没办法？我很笨。不要这样，你看，我就快把他拉回来了。好，我现在要干嘛？那边有只猪，你可以帮我解决它吗？我在跑了，在跑了，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哪里有一只猪？那边，我看到。OK， 好，我把它杀了。Okay. 我没有石头，你身上有没有可以垫的？丢一点给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用开，他就不理我了。按一，你按一丢开就好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又靠近他了，你要记过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滚，好不好？我离开，成全你们，你们才是一对的，好不好？这里，往我这里走。我的剑去哪了？我看到了。岩浆里。什么岩浆里？根本不是岩浆里，好不好？不是吗？岩浆边。好，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好，等他过来。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有没有人可以救我 ？OK， 很凶，快把他拉回来了。我不要再拿这把剑了，这把剑是被拉回来了。这把剑是被诅咒的剑，只要谁拿着它，谁就会被一用一打。没有那么惨吧？有，我看看怎么做那个、哦。我来，我帮你救。缰绳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帮你围起来。你等我一下。缰绳要怎么做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打死你！我跟你讲。好。谁在敲东西？
Enderman 的敲耳。你不要乱说话。你要圈养在哪里？你给我一点那个，你再站到那个地方。看你啊，没有啊，圈在这里好了。好，我在做。我可以把这很丑的平台用掉了吗？啊，是哪个平台？这个。这个平台。啊，大平台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先圈养好了。对啊，你要圈养在哪里？这里挖一个洞，要给它泡澡。啊、要给它泡澡啊、哦？给它泡澡。多大？九格够不够？你是变态吗？啊，你不是挖一个洞，那十六格吗？十六格，二十五格，可以不要那么方吗？好丑、哦。就你问题最多，唧唧歪歪，都挖都挖了，然后好好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，把我一起来，把我一起来，把我一起来，就这样。好的，可不可以别？把我一起来。嗯嗯嗯嗯嗯。OK OK。不够啦，等等啦。啊！做一个门哦，老板，等一下啦！啊，做一个门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缺几个、啊可以哦？缺几个、啊？啊，靠腰啊！冲啊小，冲啊小，冲啊小！哎、欸，靠腰嘞！不是，我要帮你一个金鞋。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不是有那个吗？遇水剑吗？不是，我在做东西做到一半，他从屁股打我啊！金鞋。啊，谢谢你。他很喜欢我。好，我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在做那个给你那个那叫什么？那什么是什么？门呐、啊，你门要放在哪里？你已经决定好了吗？你决定啊。啊，我决定，怎么变我决定了？哎、啊，他怎么不下去？你先离他远一点。我滚。好了好了，反正这集可以了。这集就是我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好的嘞，门放在那边吗？对啊。好。好冷哦，他好冷哦。好，我要去捞岩浆给他吃。对，他不是吃，给他泡，给他泡。他是吃。朱布林。哎 ，Hello。我要桶子，没有桶子。你们要。啊？哦，你们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真的是瞎子耶。Help！ 拿着玉水镜的、欸、玉水剑的那个。我过不去，被挡住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接住。好，你好棒。你好烂。哎、欸，我过不去哎、欸，这个谁盖的？白痴是不是啊？哈。什么东西？谁盖的过不去啦？这是我的箱子，你不要闹。你很棒嘛！我去捞个岩浆哈。好的，你不要捞这附近捞啊，对，捞那边好了。我捞里面的啊，他捞不到里面，这边会不会太近？不会啊，看不出来。哎。好烫！按怎么捞个岩浆会被烫到？好笨！因为它是半个。哎，白痴，靠背。会烧掉、哦、那你要做用这边的木头就不会烧掉了。好，那你等我，你先顾好它，你不要死哦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成功圈养它、哦。它叫什么？赤足兽？不是啊，那个，我刚刚在看那个叫什么材质的特殊的木头，飞红木。有，我找到了，三四五。我先换，你斧头有没有？啊，有啊。哦，不用，这边有个石斧，可以，我来换。什么？哦，你要换，我帮你换。敲掉。我先大概铺好不好？好像还不够。我不知道会不会烧掉、欸，可以试试看啦。感觉是不会烧啊。好，我再去做，差一点，快好了，感觉就不会烧哎、欸哦、你确定吗？好像没烧起来的迹象哦，虽然是防火的、欸，哦，防火的金子，对，很惨，防火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做不了哎、欸，不够了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四个，我赶快，这边是要放门的。对啊，放门。那个，我去做个门。好的。要啊，哦，没错，可以做门，可以。哦，我好棒哦。你
棒棒，我好棒，你赞赞。有了，盖起来了，那我去捞岩浆。对，多捞一点。这大平台真的好丑啊，把它修掉。你去修，你去修。哇，我们这集做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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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事情，我好棒啊！自己讲。当然啦、啊。自己讲。这么棒的人去哪里找呢？我们是整个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甜筒子给我？我这边也会可以捞。哦，你那边可以捞哈。我肚子饿了，爸爸。你是垫多少石头？好丑哦。爸爸，我肚子饿了。不行，那个熔炉里面有帮你准备一些吃的。你想吃的话。你不会要死了吧？不是啊，你放进熔炉，然后没有煤炭怎么烤？啊，你要烤啊。你知道可以用铁桶吗？这样子会更。你把煤炭拿出来。我没有放啊。你说你要放岩浆啊？对，超酷的哦。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可以烧超久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烧一辈子。112秒。那可以烧一辈子吗？112秒对你来说不够一辈子吗？不够，我的一辈子是。我觉得512秒就是一辈子。那你的一辈子还蛮短的，那你这一生会过很多辈子。对啊。我继续捞，我继续捞，我去捞，我去捞。我也在疯狂捞。哦耶，哦耶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对你的语助词感到非常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填满啊？好慢哦。你有几个铁桶啊？一个。哈？一个。才一个。Only。那这样其实我给你就好了，我干嘛那么忙？对啊，我刚不就问你要不要把铁桶给我？给了。Only， 哎，为什么你给我铁桶，然后我身上的铁桶直接也捞岩浆的直接不见了？这是什么奇怪的 bug？ 是 bug 吧？不是应该会是一个话术？对啊，不是应该会是一个假的铁，不是假的铁桶，就是一个全新的铁桶啊。忍术同话术。我快好了，这集快结束了，快了，终于，你那个平台弄好了吗？弄完了。啊，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做的吗？我们下次就要骑着这个兽兽出去了。今天这两集都是我在帮忙啦，都是我在做事啦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试试看。哎，今天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。你再说十次，你试试看。今天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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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哪有说十次？今天这两集我都做十次啦。你都做十次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最后在讲什么。好了好了，我填满了，我填满了。为什么他还会留？ Yeah， 哪有填满的、啊？可是我感觉很像填满，为什么我明明就有丢了？为什么他好像？他不是周围，他是全部都每一个都要啊。对啊，我每一个都有填啊。没有啊，我帮你看看啊。哪一个没填到？你告诉我。我瞧瞧啊。哎，干！给我。两桶都给你。今天这两集是不是都是我在做事啦？好了、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那个你刚前面站的那个小小的那边斜边还有一个，一大堆都没填，你跟我讲你填满。可是我一直走，一直丢哎、欸。你要算对，你这样很难看呢、欸。你说我难看？你现在是当着所有人面说我难看吗？对啊。我要告你。你这样真的很难看呢、欸。我要告你。我要告。我要告你。我要告诉你，爸爸妈妈，你侮辱我！何止侮辱你，还侮辱我五次！是这个？你好像很会耶。那我在这边看看着，今天都是我在做事啦，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，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，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。这么那么，他很像看着铁桶耶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啦，那我来做个盾牌好了，我刚刚盾牌烧掉了。可以啊。啊，怎么没有铁啦？铁嘞？你可以烧装备，把装备烧掉了。为什么、啊？精力也可以啊。我
为什么要金也可以做盾牌？金力，银那个铁力。哦，铁力不用烧吧？铁力不是直接合成吗？对，铁力就合成，就是你可以把装备烧掉啊。为什么要烧装备？装备会你要吗？装备会烫。好哈、哦，今天的我真的是太棒了。不是一个铁，然后一个佛吗？一个铁一个佛。怎么做啊？忘记盾牌怎么做了。盾牌怎么做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不是啊 ，UCD 二是。不是木材跟铁锭吗？啊？不是木材跟铁锭吗？啊 ，UCD 二是。一个铁锭，然后其他的放木材，不是吗？空三格啊。空两格啦啊、哦、嘿空八空空啦空九里空高流空空加空八本空八本你好棒啊、哦、今天这两集都是我在做事，如果大家还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的地方帮我们点个大大的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耶、yeah! 那么我们下一集终于可以骑着次数说应该可以了吧，啊不对，我们还少一根吊杆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到时候再说。耶、yeah! ！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人呢？哦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